第38题，若将物体由丙处往左移动，使其远离透镜，则下列关于成像的叙述哪些是正确的？我们上课做了实验，我们是发现，如果我们在焦点之外逐渐的靠近透镜的时候，成像会越来越大，同时成像也会越来越远离透镜。那么现在呢，是在焦点外远离透镜，所以就跟我们做实验的结果是相反的，成像会越来越小，同时也越来越靠近透镜，也就是我们的 b 跟我们的 m。 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关于成像的叙述哪些是正确的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b m。